关老师，今天这些彝族的孩子，他们想在咱们中国好家庭的现场有一份教师节的礼物送给老师。来，有请纳铎村的孩子们。我到了民族新之秋，起的您刚刚就您一个人带头喊，你怎么喊的？您先给我们空喊，不跳舞啊！你喊的那几声是什么声？我发现一个特点，可能观众朋友跟我一样，也发现这个特点了。舞蹈跳得优美，但是特别累嗓子。啊，您刚刚是怎么喊呢？啊，潘老师这个喊的还挺有味道。其实他们喊的不仅是呜呜，这个不仅是有号子在里面，好像他们这个，哎，张老师，您给我们有一他喊的是有原因，那个由村长喊啊，纳朵阿弥陀显之秋，就是纳朵的小姑娘们来跳舞了。哦，你看，怪不得潘老师跳的那么欢呢，听一听找小姑娘来跳舞来了啊。这一招，小姑娘都来跳舞，我们大伙就为了呼应哦，来了，是来了的意思。嗯、别人谁敢再叫我来了，我就哦哦。潘老师，来呀、啊！哦哦。我跟你说，脸脸啊，这个舞蹈啊、嗯，我刚才跳的时候我感觉到了，他这么这个手得全部的手指都要抓住。哎，对对，十指紧扣。这种舞蹈最漂亮的一种感觉，就是他身高要在一条线上。哎，咱能不能在这期节目不提身高的事儿？我你看我。吧，我们的手你不能光考虑你，旁边还站的时候就有点别，但我就看那个长江大哥那大倍儿顺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跟海长得差不多高啊。哎，不是，状态很好啊，潘老师，其实啊，你得这么解释，你看这样啊、您保持他这就顺，你比如咱俩扣一个，不是您保持着一颗童心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咱俩扣一个，你看你一提起来，我在哪呢？你看我在哪呢？潘老师，这个跳舞，这个女的跟男的个儿应该差不多，哎，要不她就不好看，画面不美，是不是？我说的专业吧？专业，专业。哎，这个首饰扣上着，有什么其他的含义吗？十指连心呐。嗯，你看，我如果邀请小阿妹，我就这样缠过来，然后这样扣起来，这样就什么跑不了，爱情的宣言。然后呢，咱们还有这个不是这个谈情说爱的呀，那我们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是一种凝聚力，大家在一起，友情啊，亲情、爱情都可以这样去做，对吧？还有此时此刻的师生情啊！啊，这叫十指连心，十指连心。孩子现在什么心情？我想对我的阿美、阿豹说一声谢谢，你们把我们从大山里面带出来。